现代人常常会因为太忙碌，没有时间吃水果来补充维他命 C， 或者有些人啊，甚至是懒得削水果。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不用怕，因为在台北市的延吉街呢，就有一家的果沙店啊，其实它标榜的就是喝的水果，吃的饮料。他们呢是用这低温冷冻的技术来锁住水果的营养成分，那么再把它打成浓稠又好喝的果沙。那么这果沙到底有多绵密啊？听说就连把这水果切丁之后摆上去都还不会移动哦。那么口味是相当的众多，而且是香浓又方便，只要一杯就可以带走一天所需的这个热量，那么分量呢也是相当的足够哦。走，我们就赶快带你一起去喝水果吧。今天天气好热哦，我好想吃水果。来，这杯请你喝。这是水果。这一杯又一杯浓稠漂亮的饮品，既不是果汁，也不是冰沙，它有一个独特的名字，叫做果沙。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，全部都是用冷冻的新鲜水果所打出来的，天然创意的饮品，可以说是喝的水果，吃的饮料，所以尝起来的滋味可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哦。嗯，好好喝哦，有一颗一颗的水果啊，然后酸酸甜甜的，嗯，然后跟平常喝的饮料都不太一样。芒果狂热、梅四、蜜瓜美人梦，这些果沙的名字听起来好梦幻，令人印象深刻，而尝起来的滋味当然也和他们的名字一样，相当的甜美又令人难忘。店里热销第一名的就是这色泽橙黄又明亮的果沙，老板坚持只选用国产的爱文芒果，如此才能在享用果沙时感受到芒果最鲜甜的好滋味，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口感，就是酸酸甜甜，而且又不会太腻，就非常清爽，我觉得很好喝，喝完还想再喝。要制作第一名的芒果狂热，首先要加上三大匙满满的冰冻芒果和少许的冰冻凤梨。不要以为这些只是普通的冷冻水果，它们可是采用急速冰冻的技术，是留住水果营养的重要秘方哦。这样的一个急速冷冻的技术，它相对可以把所有的水果的营养成分全部保留下去，所以在我们制作上来讲，我们的产品是相对更营养更健康的。再来加上没有经过加工天然萃取的百香果和芒果原汁，跟一般的所谓传统的浓缩的果汁不太一样，是我们所谓的原汁是没有被处理加工过的，没有加糖、色素、香精、防腐剂等等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原汁的保存的期限是相对比较短的。接下来就将所有的原料放入店家特别定制有三匹马力的果汁机，它能将像冰块一样的水果充分的均匀打散，并让打出来的果沙相当浓稠。最后摆上草莓、芒果、凤梨、苹果、奇异果五种口味的冷冻水果切丁，这杯芒果狂热就完成啦！色彩鲜艳又漂亮，散发出致命的吸引力，不但有浓浓的芒果滋味，喝了还有饱足感，一天至少可以卖出五六十杯。我觉得夏天喝这杯饮料，我觉得很健康又很清凉，然后这芒果的味道又很浓，那我觉得就很像在喝芒果一样，在吃芒果水果一样，喝完了这杯就觉得肚子都不会空空的了。喝完的时候会有一种饱足感，而且嘴巴会散发出一种自然的芒果香味，消暑又不怕胖，对，赞。介绍完超人气的芒果狂热，当然也不能忘记熟女最爱的口味。这杯颜色艳丽火红的果沙有个有趣的名字，叫做梅四。顾名思义，当然里头有丰富的梅类水果咯。老板先阿萨里的加入大量严选的大湖草莓，接下来加上蓝莓和覆盆子，最后倒入天然的草莓和蔓越莓汁，就能打出最完美比例的酸甜滋味了。这口感有多浓稠，直接测试给你看，吸管挺挺的插在果沙里，完全动都不会动，就知道这果沙打得有多扎实了吧。喝起来啊，又酸又甜又说不出的好滋味，觉得它里面很好喝，还蛮推荐给女生来喝的。嗯，而且它酸酸甜甜的，女生都会很喜欢啦。酸酸的还蛮好喝的，感觉还蛮健康蛮自然的，然后喝下来会有饱足感。炎热的夏天来一杯口感清凉的果沙，不但消暑解渴，而且一杯就能补充一天所需的水果养分，真的是好喝方便又健康，许多上班族都喜欢在下午的时候来买一杯。像我懒得削水果啊，这样一杯很方便，然后可以补充我一整天所需要的水果。除了纯水果的果沙系列，老板还研发了牛奶、气泡水、 yogurt、
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，像这一杯蜜瓜美人梦就加入了新鲜的顶级低脂牛奶，喝起来除了有哈密瓜和芒果浓郁的滋味，还融入了香醇的乳香，加上多种的水果颗粒，一口喝下去，水果的香甜风味碰上了鲜乳香浓的口感，激发出夏日最甜美的火花，是非常自然的口感，非常清爽，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喝啊。老板说，店里的果沙标榜低卡、低脂、低热量，每一杯的热量都在160到170之间，让想消暑的民众可以痛快的畅饮而没有负担。天然、健康、轻食又不怕胖，夏天来上一杯，真的是最轻松的消暑享受了。